这虾长得太丑了，看小眼睛好小，今天咱们来给它生呛。刺身，这虾像不像恐龙时代里的一个动物叫啥来着？我给忘了，感觉老像了，叫啥来着？你们有没有知道的？再给它搅一下。太硬了，全是盔甲。呀，这还弄不出来呀。带眼睛呢。扎手，这也弄不出来呀。哇，好鲜，一点都不腥。再来一个啊！哎我去，太硬了！哎呀，一层一层剪吧。吃的稀碎。